理的，因为你是太有话题了。因为我想，就是很多人喜欢看我就是这样子，对很多男明星生魔状，尤其你自己的私心之类的。私心，毕竟曾经也是受害者之一，好像对你。好了，那我不用想太多了，你不用想太多。你被侮辱过了。对，而且没有没有我。他对我没兴趣啊，好吧，你真的还好哎，我不是超想他，好吧，对啊，可是因为第三季毕竟还是拉你们两个那个床伴小宝贝啦，太好，就谢谢你邀请，因为我们也想要听有些男明星的一些床，以后尽量都是男明星吗？好，女明星也会有，可是女明星就不是在我的涉猎范围，分交给你了。因为以伦有一些福利，你也可以有这样。对，但是看什么时候有我这样。好，可是今天的群来宾其实跟你们非常的熟悉，对不对？对，對非常期待他们的床事。你们跟他们真的好吗？因为你之前很容易穿不合哎。我们是有住过、啊、女生的时候，女团的时候，所以你们 OK？ 我觉得蛮 OK 的。我跟其中一位住过两个礼拜。哦，那他还 OK 吗？他很敷衍我。那第二个男生？第二个男生。断断没有手了，就断断续续。刚好房间没有分配到一起，住一次再住一次这种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请他们，我们要请他们出来了，依序。因为我们这季有个特色，就是我们打造一个顺应该顺序。哎呦，对对，就是要看他们这样走。我觉得我也可以走一下，看最先。我们穿起来会是一个是七分裤，然后一个是体长。你真的很，你这样真的很高哎！我们要不要挑战看？过来，等一下，好像我们要不要赶紧挑战到底有多高？到底有多高？我要这样。我服装就是这样，像私人的睡衣，私下买的，私下不会公开买这样子，私下买的，对，一起买的，很可爱耶。可是我很少看到那根是在后面的，对，是一种俏皮的感觉。好啦，一直黑。好，那你先好好坐着，我们等下来聊你的衣服。没问题。因为你刚刚 fashion 是不是？刚刚没有，你刚刚怎么？他有 fashion。OK OK， 我们来看后面的人。对，让我们来欢迎第二位来宾，我们欢迎子豪。这是我的睡衣啊，这就是你的睡衣，是不是？这是代表说，平常我走在街上都是穿睡衣的。他的藕包好重哦。对啊，你长颈鹿呢？长颈鹿呢？他都装可爱的。没有，这个睡衣是他先带起来的。对啊，带起来。你的长颈鹿呢？我是走酷炫路线的，谁给你长颈鹿？不承认。所以他到底怎么样啊？藕包很重。没有，不是我长颈鹿其实丢了，我那时候行李装不下。对啊。好，那不是你们的三国友谊吗？哎，那最讨厌这种，就是好好的一个大家一起。对，那是他们一起买的，对啊，扔掉了，一起买的，所以他们你们友谊之间的回忆就是，对，那么夸张吧？你们友谊是语无伦次的啊？怎么会这么回对？对啊，你们有蝴蝶回忆。哎，你下次你买鞋，我们愿意再开一集给你们一起来玩。男生穿这个脚超加分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就先欢迎以上的嘉宾，谢谢。有吗？不要你女生就不看。我的名单不就是在到这边吗？是没事，那我。好了，那这个让你 cue， 这个让你 cue。好了，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女团飞舞蹈担当的钟宇。耶！韩中团。天哪！鞋子都在。对。哎，你知道 fashion 是什么？你刚刚没有 fashion 的感觉。对啊。再一次。对，你刚刚没有 fashion 的感觉。来。哇。好，谢谢钟宇。哇。好厉害。哎，他们算是都是蛮有诚意的，这样准备，像教子红一样。对，我说。我的睡衣真的是这样，而且而且这个事情很突然，那个时候我还特别想说，我要不要去专柜买睡衣？对，专柜，你说有蕾丝薄纱的，对，我本来看了一个皮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深夜哦，那套那套，好啦，
虽然你今天衣服没有跟他们那样像那么华丽，可是我还是要说声谢谢你这样子，因为我有本身个人有在收集，就是 special 成员上床的那个美术，因为你的手是怎样？手是，不是就是龙珠在我手上，不在我手上，你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先动出就赢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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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我会兴奋的感觉。我喜欢暴力，我就是暴力那种。哇！你拍戏啊？兴奋兴奋！告白。好，那今天交给你们两个，好了，没有，因为真的是要欢迎你来啦。对，因为那个像说起，好像刚刚算一算，好像说到六位了，已经有算是第六位。天哪！对，而且其实我们上床吧这季已经卡了很久，就是一直停摆，因为就是准备实在太辛苦。可是为了你来，我们马上就准备新的一季，马上就床直接加大，为了你。床在这边就可以，哎，没有你打第一人嘛，你没看到吗？而且现在几点了？我们几点还在那个？对不对？好啦，可是为了这个时刻，所以我的床位也要特别挑一下。天哪，你要干嘛？旁边，我可能给他旁边。对，因为这样子我讲。哎，你们装修没有？装修没关系，谢谢。乡下会用的，哎，所以你睡硬的床，你喜欢硬的床，你喜欢硬的，对，我喜欢这种，你喜欢硬的，对对，我喜欢这种，你喜欢硬的，你已经开始热了吗？我已经开始热了，你靠近太兴奋，靠近紫瞳，我就有一点点忍不住那个开始，紫瞳会不会怕？不小心就湿了，没有，我现在开始有点怕了，真的吗？你不喜欢主动的人吗？因为伟静是过来人，他先跟你分享就是上床那个怎么样？哎，上床的经验，我也很热，所以快点来！天哪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床是怎么样？因为你们都上过了嘛。对的，没错。要不要大家各自讲一下？就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床上的一些癖好。对，比如说你在睡前呢会想干嘛，或者是你的睡姿，你床上的任何癖好。对，就是很简单的。那还好。那那个 Teddy 跟宇宙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他的？没有，就是提醒你不要被小意思好了。你吹。我之前有看 Riley 那一集啦。哦。他好像是话多到你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我受不了他，受不了。可是没关系，你刚刚不一样，因为你很沉默寡言。那你就是爱这款。对，快找话让我讲。吵架了。哎，那终于不要说我不照顾女生。你还记得终于在这里是不是？因为讲说前面先把他打发掉。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有第一次吗？有这样上过床？没有啊，我之前也有看过。你有看过？对，我有看过，然后觉得超好玩的感觉。但可是没有玩你，对，烦。你觉得好玩，人家不觉得你好玩。因为宇宙也是这样被我蹂躏过来的。对，从来宾然后变成了主持人这样子。对啊，好玩啦。好啊，那这样既然这样，那两位先聊好了。睡觉之前会特别喜欢做什么事情？你就说两位是？就他们两位啊，因为你们都回答过。Okay.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，两位都来。可是等一下在聊床的事情之前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跟朋友讲，跟观众朋友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们会来这边。哦，终于要讲到正事，因为我们整个不知道偏掉，现在不知道在干嘛。OK。而且没想到你今天大半夜。好了，是来宣传我们的新戏《终极三国》。对，《终极三国》的。这次跟上次不同版本怎么样？这是我们整个配套的升级，我们还有坐骑啊，以及武器全部有更新，然后特效、动画以及武打任何东西，我们都有改变。因为我们抢先看到的是那个30秒的那个前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得了哎，你们那时候花了，你们花很多钱，花一波，我们花很多钱在特效上面。你们看到自己有兴奋吓到吗？你自己有兴奋啊？会，哎，如果它是个游戏的话，我会想玩。那你们各自的角色嘞，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？好，我这次演的是刘备，然后是那个纸哥假扮的，就是终极版的纸哥去到那个时空假扮的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嘞？我是关羽，就是在那个时空的关羽。关羽，对，不是谁假扮的，对。你又不一定要回应他的。OK， 好，没事。终于嘞，我在里面饰演小乔，小乔，他有一个，就大家非常害怕他的乌鸦嘴，就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为小乔乌鸦嘴，就是乱讲出来，为了你本人写的。对，真的有这样子吗？乌鸦嘴的经验是不是有吗？他是乌鸦嘴，没有，我只纯粹想求他，但你把气氛带干净。
再来讲一下那个啦，回到那个床上的事情好了。睡觉之前，因为很爱，你们会吃宵夜吗？会吃宵夜的举手。会，我会。我以前会。会吃宵夜，看起来解。对，你们都以前。我这边这边就会，没有就吃完剩下的便当。对，我等一下就要吃啊，吃宵夜。哦，对他都会带便当，对啊，带便当。那是我的宵夜。好，那来等一下。你干嘛偷闻我啊？不是，我一直闻到一个香香的。对，很香。没有，是我们的。是你吗？我有洗我们的衣服。有刚流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体味，体味，体味。体味。发现什么？终于你发现什么？是有点那种迷魂香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你用我们浴缸怎样？往年都会点那个迷魂香精油。对。今年就是想说，就是开始，因为我的功力已经提升了，已经不需要。因为上次 Teddy 来就变得闻到那个之后，他胡言乱语。今天我们有一点距离，所以我还没开始。没关系啊，我会帮你讲话，要是很好笑。特别被糗，对啊，不会啦，这是你爱的方嘛。对，那紫红嘞，紫红你都会吃什么？我不吃宵夜的，完完全全不吃。对，我以前很久以前那种刚发育的时候很爱吃宵夜，突然就戒掉了。刚发育，刚发育国小六年级。哦，我现在完全不吃宵夜。你那你算是蛮早熟的小孩，国小六年级。对，那时候都是吃什么鸡排蘸那个蒸奶那些吗？就完全都是加奶，对。然后现在就可以完全克制自己，现在不行，我现在没办法吃宵夜。啊，对，这样不是少一种乐趣了吗？就哦，如果有人一起的话可以，哦一起，但我自己的话我没有办法。那伟静呢？我也是以前会吃宵夜，但最近开始戒掉。我感觉你好像懂很多美食。没有，还好啦。真的吗？还好啊。那如果要推荐观众朋友一个你自己最爱的宵夜的店的话，因为我必吃的店。因为我是在树林啦，我树林的，我只能推荐树林那一带的。这个圈圈其实有点蛮锁定在某一个范围。不是，因为我干嘛吃宵夜特地打台北市干嘛？哦，好了好了，我有人吃宵夜跑台北，直接吃到我们树林的夜市来。啊，那树林夜市有什么？树林夜市有一家很神秘的卤味叫做纯纯。哇。纯，他要开店之前，他会在 FB PO， 我今天会去摆摊哦。哦。然后就会有一大排人在那排队等着领号码牌。这么重要？对，他是每天开的，他想开就开，就很赚。那平均一个礼拜开几天呢？你说没吃过？吓太久，那你最假了，你最不一样，不是？这是瘦的啦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就是可遇不可求。伟静讲老半天，竟然还没吃过这么 freestyle 又营业的宵夜，只好观众自己去 feeling 了。再次去 ，My God！ 有时候啊，其实这种是一个蛮神秘的。女人的时候，而且旁边的人告诉我，对，不要乱讲话。我们回到上床一定会聊到的精神，睡觉之前的习惯跟睡觉前会做什么事情，这样子事情。通常都是看完韩剧，然后再滑一下手机，然后才会睡觉。哦。但有时候明明就已经没有东西滑，可是就是还是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，然后滑到就睡不着这样。你知道你睡觉会打呼吗？那些传说在我房间里面。你真的超晚睡的，每次到什么凌晨四点突然回我一个讯息，对，天亮六点，然后五点有通告要起来，五点就没有他这样子，六点回啊，或者五点半回，超夸张的，不刚起床吗？这样不是很扰民吗？他说没有，我还没睡。不是，会不会扰民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比较习惯晚上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我晚上会做什么？就做一些比较我会看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会看说，哎，我今天忘了回谁赖，我会把我的赖全部再划过一遍。哎，今天忘了回伟静，然后回到六点，对啊，你忘了回 Teddy， 生意做多大？生意做很大。就我回的东西一定要把人家回了，因为我不喜欢已读的感觉，所以我一定会回你们。Teddy 我也会回。那紫红嘞，睡觉之前，我睡觉之前我会点个那种香氛蜡烛，或者是加湿器，然后会有个香香味道，然后会有点情调，然后我就可以安心睡觉，这样。这有点女孩的感觉。啊，是吗？对啊，因为一般男生，但我也会，还是因为是天平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有点女孩感觉，就是他伟，天平错，不是他伟，对分要问，是你们也会这样子吗？我超爱点蜡烛的，可是我点那是一回家就点啊，你们都会点蜡烛？我没有，不是蜡烛，是那种水蒸气的那种香，香精油，对那种东西，我会点蜡烛，你会点蜡烛了。真的，我们女生都没在点的，对，我们都没。而且它是装在那个你的房间这样子摇曳这样的。我们是很不浪漫。对，那睡觉的时候嘞，有没有什么那个癖好或者？我是习惯
就是会先侧睡。然后呢？很要示范。我一定要太详细。我一定要那个棉被一定要这样夹着，然后这样抱着。夹在中间，对，这样夹。你干嘛突然打人家？就是有一根很想很想回。没有，我刚刚没有多想什么，只是姐，对啊，那一下突然发现有一点血，对，我就收手了。他有设定节目吗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刚刚没审了 ，sorry。因为你习惯睡上铺，嗯，对，我习惯，对，我习惯睡上铺，很奇怪吧？一般人都喜欢睡下铺。对啊，不是，我也喜欢睡上铺。你喜欢睡上铺吗？我觉得下铺就是居高临下，你可能人家经过的时候就然后就会去坐你的下铺的床。对，你不想别人碰你的床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不要一过来然后你就坐下，所以我就选。而且我觉得下铺就可能如果像住宿舍的话，就是可能同学是旁边就是桌子，嗯，然后变成他比如说用电脑或干嘛就影响到。哦，睡眠品质一样，上铺比较有自己的小空间。对。对，而且上铺可以叫下铺人帮我拿东西，下去，哎，帮我拿，哎，关灯，关灯。哎，你们都有睡上下铺吗？就是我是没有，有睡，我以前有，我是睡下铺，一定要，我都上铺，都上铺。那你，哎，我以为没有 Q， 我还躲在终于后面。对啊，我一定要睡下铺，睡下铺。我就是直接进房门就是要睡，我才懒得爬，那慢慢爬。会洗澡哦，但是有跳过洗澡过程啊。你这边不好意思，你骄傲什么？骄傲大大。你知道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刚忘记从你回答睡觉习惯吗？我还没有回答。好，那你来说一下好了。我睡觉会夹东西，我会抱东西，夹东西，夹的卤味，夹什么东西？就是可能会抱的。我按没有，就要示范。哎，我以前小时候会这样。你很爱讲你以前小时候。对。你没有长大的回忆，你在讲小时候的事情啊。然后长大的时候是这样。啊？怎么样？棉被。啊，怎么样？我会这样，一直看你很害羞。我会这样睡觉。哦，我就是也是要夹着这样。哎，你夹的，不好意思，你夹了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有夹夹夹棉被啊，夹了棉被，然后这样夹，夹在这边这样侧睡这样。对，然后我还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，就是我会这样睡着，嗯，但是我半夜的时候我会把自己矫正成这样。你都知道你半夜在睡眠力症，对啊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对啊，因为我是而且旁边的人告诉我，对我也是。不要乱讲话。那女人，我好像很少跟你睡过哦。对，所以我跟你睡过。真的，我好少跟你睡过哎。为什么你们只有爱嫌恶人家哦？你们对啊，而且上次对啊，很本能的那种，太晚了，本性对，本性拿出来。上次我们睡的时候，他就是很安分的那种，只是他听不到闹钟。你刚不是浅眠吗？对对对，没有，怎么一点什么？我是有先起来啊，对，就是被关掉。对，然后我去把它关掉。对，你在讲什么 detail？ 我们接不上话。就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，没有约谁的。睡花莲那一次，我本来想抱他睡了，后来想说算了。你说抱他睡？因为我喜欢抱东西。你说 Teddy 吗？ Teddy OK 吧？那时候是跟 Teddy 说，对对对。等一下什么意思？什么叫 Teddy OK？ 那我就不 OK。我刚刚那边跟你睡呢，你们闲得要死。刚刚就 Teddy 说 Teddy OK。我刚刚很熟啊。好啦，感情是需要就是慢慢培养，慢慢培养。好啦，那这个我可以理解，你就可以上一季，你就每天都是他培养的感情。对，每季我就帮你来。天哪，大雄，你帮我留时间，谢谢。可是你们刚刚讲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睡个两个礼拜？哦，一开始他们刚进团，然后我们去韩国受训，对，互相讲一下两个人睡觉，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不熟的人一间房，他一直在讨好我，为什么？干嘛讨好他？因为他刚进团啊，前辈，对，我是前辈，毕恭毕敬的，然后什么为了他还看卡通什么，想要你可以看那个卡通啊，他真的去看哎，看完哦，还是你真的给他摆臭脸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所有，然后这期很好看，然后开始做这件事这样子。哦，那压力很大。然后那时候想说找一个游戏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。嗯，他也是就是我说没有，我已经在玩这一个。对啊，为什么在相处？你是很怕他吗 ，Teddy？ 天哪！没有，那时候只是想说住在一起要关系还是拉拢？对对对对，反正那两个礼拜我真的很干，真的。所以无刻都想要逃，他反而他这样让你觉得就是有压迫感。但是我有感受到你在那个对我四处塞，对，就四处塞。但我真的那时候还没有办法。哦，对。有偷偷跟谁讲电话之类的吗？那时候。对啊。哎，讲电话怎么这样？问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都不讲，那时候没讲，都不讲电话，试训，不然干嘛写试训？我们也没有在试训的 ，OK， 没有，那时候都没有这种，那谁在试训 ？My God。
讲谁？不行啊！假设如果你们有女朋友的话，想要跟她甜言蜜语的话，可是你们都是几团体生活，你怎么办？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睡，就比较有自由空间，对不对？我是偏一个人睡的，但是如果真的很熟的话，我也可以一起睡。OK， 就是我只是不能跟不熟，就是还是可以有私人的空间。对对对，那你呢？你呢？对啊，你刚刚听我听有问题，你刚刚在吗？我就是很坦荡一个人，这个是我喜欢的。那就不管其他，如果都会一起出去的话，就对啊，就直接想，如果想啊，如果你在讲什么？我今天的嫌弃脸的扣打应该完全用在你身上，你用淋漓尽致啊！没有，你还是有用在宇宙身上啊，偶尔。没有，他用的是投射的另外一种感觉。啊，算了，不重要，没关系。那终于嘞，终于，如果说你有喜欢的男生的话，不会到啊？走廊上？我还以为你们就是女生之间都不会，对啊，会互相讨论吗？有时候啦，其实终于是一个蛮神秘的人。女人的什么意思？他多神秘？就是他也不太会，因为他很少讲我自己，就是。对，然后就对，所以我们自己在那边试训，喂，反正没空理他，我们自己在那边试训坡，然后弹出一个自己，然后不试训，我就默默的，所以你就是低调，走了不同的路线。那你看宇宙了，宇宙是这样的吗？宇宙是什么？我超大大大的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跟我爸妈讲话都是这样子，好长耶，然后跟一些阿公阿嬷就说想你哦，那种吗？妈妈在干嘛？对，那种的。真的只有爸爸妈妈。对啊，好啦，聊视讯话题聊太嗨，完全忘了要进行下一个话题。广告回来，新加入的美梦噩梦一瞬间状况剧，来宾们崩溃接招，有多 out of control 呢？好，罗大哥。好，罗大哥。今天就是第三季有特别一个打造一个单元，就是梦的剧场，美梦、美梦、噩梦一瞬间。就是这个里面，因为毕竟在场的都是专业的演员，对，包含了本身在化妆，都是那个对。然后我们就是要互相飙戏，飙戏，用飙飙飙。这个梦的剧场里面的剧情，我只能跟你们讲说，就是包罗万象。真的假的？包罗万象。这是你们的那个情境设定，先表达嗨。好。那我这边呢？来偷看的人没有，可不可以光明正大一点？看不到啦，光明正大一点好不好？好，来喽，好来，好，我们先不要开，请你们先开。伟静先对镜头，先对哪一机？为什么叫做伟？来，终于先讲。好，我的情境就是表演时遇到花痴上台袭击。哇，这是你的情，这是你的情境，算简单。好，那伟静。看迷片时，婶婶突然出现，你们又出来？为什么？因为婶婶。可是我们先讲迷片，对啊，可能是一个卡通片啊。对啊，对，迷之卡通片，哦，迷之鬼片，什么之类的。那我问你们想到哪边去？马赛克的片也是算吗？好，我跟他比较简单，我是洗澡洗到一半，天才突然现身。啊，你知道谁是天才？两人真洗哦。对，这女人看了没有？我们又看到你的情境，要公布我们的角色了。你是很需要抽他？没有没有。OK。没有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来了，公布了。花痴，我还需要演吗？干嘛？我还需要演吗？花痴，花痴，花痴。好，那 Teddy 嘞？我是抽到婶婶了。你刚刚是有抽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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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抽。一人可以交换时间，一人交换时间，一人交换时间来，还好，也还好，交换一下。没有要换的吗？那就这样。没得换了。那我们这边要换吗？我跟婶婶蛮好的，对啊，当婶婶，我难得当天才，天才，然后我就当人家天才。OK。好，但是因为在演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要请导演出场的。梦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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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导。然后下一个来这边。好的，好的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这一天太阳很大，终于在日月潭旁边举办签唱会，人潮相当的多，开始猛擦汗。终于一时兴起，在台上热歌劲舞一段，边唱边跳，好爽！耶！边唱边跳，
上上上，要上。我老公看病啊，看病啊，我怎样感动啊？
机关哎，一起看呐、啊！崔局令教训韦静，终于想起终极三国里面使用的招，开始对韦静发功。好，婶婶对韦静发功，是婶婶对韦静发功哦。来来来，饼干给我，饼干给我，来来来，你饼干给我，是不是需要复习一下？复习一下。那我的招是什么？终极恶女吗？你错了。《终极三国》在6月19号会陆续在八大综合台、还有爱奇艺台湾站、还有优酷上面陆续上映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《终极三国》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这一天，子弘刚拍完整天的戏，觉得这么费劲镜头，对，觉得自己好累，觉得自己好累。下面不能洗上面啊，不能洗澡，不能洗薯片。那你还没开始洗啦？我还没开始。对，看着就觉得自己好累，看着镜头自己觉得自己好帅，于是帅气三连拍。给你招，给你招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觉得自己更帅了，于是开始脱衣服洗澡。哦，假脱，假脱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已经脱光了，一口气泡进了玫瑰泡泡浴。他没有脱裤子啊。OK， 他非常的 relax， 于是开始哼起歌来，哼起歌来，好烦呀！他不是在洗澡唱的。流汗了，好了。轻轻的摸他脸，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一定是假的。”于是用力的捏下去。剧情是这样子吗？剧情这样哈？对，他说这好像是真的，可是天菜怎么没有发出声音呢？如果痛的话，一定会有。于是狠狠的呼他一巴掌。我是在公主抱，有摸过男生吗？这样的男生，我都被抱那个、啊。OK， 我在想说，三二一，加力！哎，梦导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吗？因为这有点太难了。OK， 我觉得应该是。越唱越靠近，越
靠近。唱着唱着，他们的嘴唇越来越靠近，直到距离一公分的距离，一公分冒两下。天哪！我先说，这是这工作喽，来来，这是工作。天哪，天哪！你害怕到嘴唇发抖哎！你怎么害怕到嘴唇发抖？快点！对，你们还有五六公分哦。好，你看到我指甲？这什么了？你走开！一公分啊！好，走开了。好，大概位置这边。到了一公，慢慢接近一公分的距离的时候，天菜突然消失。啊！天菜突然消失。天菜突然消失。天菜快滚！天菜裤子穿好不好？此时，紫红原本轻闭双眼要接吻的他，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好梦。好梦。哦 ，ending 了吗 ？ending 了。好棒。恭喜紫红在美梦噩梦一瞬间里，不用终极三国的大招就可以安稳的甩掉小易，但小易有可能就这样放过紫红吗？广告回来，全新哈尼视角。我可以问，我刚刚侧躺了这么久，就是随便看看，其实是这样的。轮到我们前面几集都有玩那种男女朋友视角，哎呀，可是最近实在太多人玩了，我们想说。这样好像跟大家都一样，所以就男朋友视角。没有，一定是男女。但是因为想说，可是因为紫瞳真的是就是难得来了，就是第六位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破例为了你让你玩一下。但是终于，对啊，你直接忽略掉，终于也很快。没有，我总因为那时候嗨翻，没有女生。对，没关系。这种只有男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下一集姐妹谈。好，可以。小玉，你上次嗨翻跟我说姐妹谈，你们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宇宙，你看，宇宙，你经过那天。完全热主持了，有哦，有哎，谈心谈到主持，对啊，谈心谈到 international 去了，不是，给第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掌声响起，对啊，好，所以终于下次我们姐妹谈心，好，那紫红今天就要给你挑战女友视角，但是因为可以换姐妹谈心吗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为了粉丝福利，我觉得牺牲我自己，但是我没有，我牺牲我自己说我不要跟你玩了。就我跟你玩，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伟俊好了。对，交给你。真的假的？你不玩？你确定不玩吗？你要不要？你是我们台众哎。对啊。你是我们台众。你去哪啊？等那么久你就玩啊？是你团员吗？那是你团员吗？你怎么会变成孤女？因为我们比较常相处。对，我们在常相处啊。比较少相处，其实伟俊跟小易是一样意思啊，跟你。喂。小一哥吧，我觉得。哇哦，好，再次有小一哥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哼，哈，我今天又被欺负了啦。被谁欺负啊？就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在工地打工吗？那个工头又欺负我。你怎么又跑去工地打工？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我就说我养你就好了，你跑去工地打工干什么？太好了，真假的？跟你说，不要再去工地了，已经够黑了。因为今天看到你拿了个画板是怎么样要干嘛？我本来想说给你个惊喜啊，给我个惊喜就不能讲出来是不是？送你我的自画像。没有了，画你了。然后哇，真假的？但眼睛还没神韵还没画出来你就来了。哦，你说你空想这样子吗？你在家就幻想我回来的样子是不是？无时无刻。无时无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重现这个那个会素描的桥段。你看过铁达尼号吗？罗斯的那一段你看过吗？就是那个侧躺着这样子，我们重新那一段好不好？好。对，那我就裸体喽。你要边唱，你要边数，你要边哼《铁达尼号》，可以吗？不然，因为旁边有一些音响，我按一下，按一下《铁达尼号》。可以。按一下《铁达尼号》，来按 play 来。你是今天唱的吗？我们家的 CD 好像有点烂。好，CD 有点吵。
关掉，电脑关掉。嗯。还在唱，还在唱。CD 换掉。有看到我胸口的海洋之心吗？你有仔细看吗？帅吧！哇，真的你好强啊 ，baby！ 你不是一个男生？对啊。我不是长头发吗？你是长头发啊？对，我不是长头发，怎么里面是短发？对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中性的你，我比较喜欢中性的。你喜欢帅气的我这样子？对，我喜欢中性的你，我改一下长头发。好。北冰，可以给镜头看一下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那这边好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你画的长头发。我刚刚侧躺了这么久，就是没有办法实力啊。其实是这样的。这样可以吗 ？Baby， 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没有情人节了。因为啊，认识你之后，就像在度过一天很漫长的情人节，时时刻刻都很浪漫。啊，这样子应该有心动的感觉了吧，大家？真的吗？哎，有不祥的预兆。喂喂喂，这什么不祥的预兆？卖脑啦！广告回来，终极三国的演员们跟大家分享上床日记喽。这个第一个。是谁的？拿自己讲哦，我的啦，因为我最近在跑宣传通告啊，然后因为我都是会睡到下午的人，所以这个礼拜他没有睡到下午，我真的好想有一天可以睡到下午三点哦，有点无聊。这是什么王子病啊？什么睡到下午那个？还好，反正你就是睡到下午的人。对，我睡到两三点。你是欧美作息是不是？早上还睡觉，然后下午没有，我可以睡满12、13、14个小时。哇，睡觉很重要。对对对对，可以睡12、13。睡觉很重要，这样。对，好，那第二张是谁的？下第二张应该是我的。好，来，那帮我念一下。对对对，点个香香的蜡烛，睡觉很舒服哟。哦，因为刚刚有讲到说你睡觉之前都会点那个蜡烛，香氛的蜡烛。你喜欢什么味道？我吗？对，我讲了，你听懂？喂，这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听我这边讲完，然后就你。我喜欢棉花味。棉花味，书柜味，就是对对，那种快木味，对，很不比较不一样的那种。棉花味，对，我不会给你打薰衣草啊什么那些。哦，你喜欢一些比较独特的味道，像我蜡烛的味道叫 Over the River。哇，我要讲那个味道，我突然好奇你蜡烛怎么样？你干嘛跟我讲的蜡？我只是说蜡烛的味道很难讲。今天你被定型了，怎么办？我想要问你习惯。被定型了。终于来。怪恶的黑眼圈 and 婴儿肥什么时候要消失呢？这有点厌世了。其实还好啦，因为就像刚刚伟静讲，你现在要珍惜。哎，是子红还是伟静讲？子红讲说要珍惜现在。对，因为老了就会消下去。那如果没有消，就没有他一直都消的。对呀，因为他很早就已经，他年纪蛮大。伟静有点年纪好不好？你看他妆都花了。对啊，妆花了。对啊。晚安咯，然后讲完，然后我们讲晚安，然后关电灯，然后睡觉这样。我讲 baby 们，对，不然你习惯怎么？那你对喜欢的人会怎么讲？喜欢的人，对，如果今天未来交女朋友的话，睡了。哦，好，这个你的 style 可以。好的，睡了。晚安，大家。好挤哦！都没有关，这谁的什么多多啊？这怎么又出啊？你走开啦！你走开啦！
你走开！这是喂喂。